大家好，今天是2019年6月9号星期天。以前在上网的时候，有些网站啊，就是有一个 logo，就像这个有一个 YouTube 认证的这个 certified 的这个标志。后来看到有些网站也有的，像这个也有这个标志，这个是彩色的。另外一个也是这样的，这个我拉下来看一下。右下角被挡住了，就是这个，有一个认证的一个标志。后来我研究了一下，这个证是在 YouTube 里面是可以考的。这个是 YouTube 认证的一个页面，左边这一块是给个人的，右边是给公司的。公司需要三个人考试通过才可以。总共有三大块需要考试的，第一块是 Channel Growth Container，第二块是 Container Ownership，第三块是 Asset Monetization。这个考试的时间就是每一个都是2个小时。点进去啊，点进去，2个小时的考试是必选的这个课程。下面是可选的，大多数的话，大家有时间也可以看一下的。下面，一般考试的话就是这里，这个是我昨天考的时候，因为准备没不充分，所以考试没有通过，所以需要等待24小时才能重新考一下。这第二块，我是考的时候就是。我这个准备了一下，所以这个考得比较顺利。顺利的话就是通过了。你看，这个已经考试通过了。看一下第三块，第三块也是2小时。下面可选的我没做。就是，这个也已经通过了。查看一下奖励，就是这个。就第一块的话，就是还需要等几个小时吧，我才能再去考一下。他这个考试的时候通过没通过，会有一个邮件发给你的，就是考试结束后。这个是我没有通过的一个邮件，第一门课程没有通过，就是 don't pass the time 这个是我通过的一个邮件，那这个就是 you pass 的。下面这块就是自选的一个内容。总的考试来说不难，难点就是因为它这个都是英文的，大家去。做一个培训材料，就是说，特别是有关注你在这个里面一些频道经营管理，然后是一些版权的内容都有一些，就是说答案在的，其实就是一个训练题，差不多的。大家就是说，也想认真经营一个频道的话，大家还是去看一下比较好的，做一个标志，打一个 logo 在这个频道上面，自己的频道上面做一个。打的这个认证的一个标志，应该是有用处的。最后，谢谢大家收看。